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个乐团叫做午夜午夜，然后我是主唱小欧，大家好。然后我们先来介绍团员，好不好？站在我右边这个就是我们的贝斯手柏宏。我是贝斯手柏宏。然后他后面这位是我们的键盘手纯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纯玉。好，再来的话是我们的鼓手冠毅。好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我是冠毅，大家好。最旁边这位就是我们的吉他手 Lisa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天除了是初五之外，也是情人节，对啊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黄色小鸭，以前他有在，台北吧，真的，我都没有去看，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，我觉得非常有趣，而且他好像等一下会亲嘴，对，他是因为今天是情人节关系，然后好像等一下有黄色小鸭的直播，就是直播他们亲亲，对，所以也可以一边听午夜的音乐一边。看他们亲亲，我们的音乐应该是蛮适合谈恋爱，对，蛮适合情人节，但没关系，只要你没有情人的话也没有关系，我们的音乐绝对会就是带给你很多温暖的感受。虽然我现在已经很温暖，叫午夜午夜好了。为什么我们叫午夜午夜？因为我们的歌曲其实比较适合在晚上的时候聆听，对，但我们蛮常被排在这种但没料到晒的。非常的热，午夜午夜被晒晕了。而且你知道我们是从台北下来，我们大家就觉得台北很冷。今天我还以为下来会微凉，结果没有，现在像夏天呢。对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下面这一首歌其实也蛮适合的情人节的这个氛围。接下来下面这首歌是叫做《The Perfect You》。然后它讲的是你第一次那种喜欢上一个人的感觉，就像就是。不知道你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是几岁？一见钟情，对，幼稚园吧。幼稚园，对，旁边的女生一见钟情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吃点心的时候，很甜蜜。幼稚园太早了吧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带来这首《The Perfect You》。谢谢。